吃一个自热小火锅，甜水面，然后四个甜品盒子，这个是抹茶冰淇淋。也挺好喝的。有点辣，先来一个颜值最高的紫薯紫米，
这个芋泥做的特别厚，放门口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南瓜蛋黄，这个就软乎乎的。这个口味的虎皮里面它那个芋圆是冻得硬邦邦的，你根本就咬不动，然后这半个我就不吃了，今天就吃到这里啦。